是那个特制螺旋就咱这个0.2毫米轻的了，我跟他们说0.2毫米了，但是它会出现这样情况，一定要跟客户说的说清楚，只要是逆装的东西它都会从这里面出来，这个就是垃圾的资料。你别的回来没人机器它造猴脏了，就是这样。这是个浆是吧？嗯，这是浆吗？这不是？是磨成沫了。这都是缺陷。